姐姐，你是肚子痛吗？你有点眼生啊。奴婢才进府两日。啊，哪一房的？紫渊姐姐最近忙着采买丫鬟，所以奴婢这些新来的要过两日才能分配。行，这个时刻送去福院，快去。姐姐，你要不要看看大夫啊？看来你还算是有两成。干什么的？哦，送点心的姐姐闹肚子了，小的来带她给王爷送点心。把那边锁仔细了啊。你是哪个院子的？啊，小人是厨房的，前些日子才招进来，还是咱王爷心疼王妃，怕她想家，就招了一大批丫鬟小厮，叫到凌阳里，就为了让王妃开心。大人你不知道，小人家里前些日子遭了贼寇，家里钱财都被盗空了，要不是咱府中招人，我现在都不知道烂在哪儿了呢。哎，不过现在好了，小人现在在厨房上锅，隔几天就可以吃上一次荤腥。大人您不知道，小人进去吧。哎，好嘞。站住，王爷不许乱七八糟的人进入他的院落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小人知罪，下次不可再犯。是。把石盒交给他。哎。你使点劲儿啊，后面。你抬起来呀，使着劲儿啊！小心点啊，你们。哎。慢点，有力气，慢点，后边使劲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扶好喽，慢点，全压我这边，看我的。掉钱了，有人掉钱了！掉钱了，哪儿了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过来帮忙啊！我们来帮你。我来帮你。谢谢。知道就好了，以后做事不能这么冒失了。喂，你听我说，刘成富夜间休息的时候，门口的守卫两个时辰换一次，为了避免惊扰他，所以守卫会在前院换班。他们换班的时候，我们有半盏茶的时间，我们可以趁这个空闲时间杀掉刘成富，然后逃走。哇，你怎么调查这么清楚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江湖人自有江湖手段，不事先做好准备，就算你刺杀得逞了，难不成硬闯出去啊？还真打算硬闯？你这是刺杀还是明杀？不行，这地方太不方便了，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。
房梁正对着床顶，不容易被人发现，还方便我们刺杀。要不，我们就躲在房梁上吧。嗯，好。哎，金蝉，不能动这个点心，小心被人发现吞你。哎呀，偷点吃的我最拿手了，我就拿一块，没人能发现的。给你。给我？你不是没吃东西吗？江湖道义，一人一半。谢谢。嗯，真的好吃，我刚就馋得紧。这脸蛋摸起来可比春风楼的红鸾都要嫩呢，看来还是我这王府的水养人呢。啊，过来吧。王爷，奴婢今日来了月氏了。会滚。是。王爷，奴才有事禀报。嗯，王爷，福家婚礼安排在别院，但收到凌阳县人的消息，确认过了。王爷放心，因为消息机密，怕被人调换，所以每次密信来往，随信都有一枚信物，外人断不知用意。联姻刺杀，晋王藏身。